What's he saying? A hit. Hi， 好选择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孟耿如。Hi， 我是露露。在《咕噜家族新时代》里面饰演好演员的妈妈希望，我在《咕噜家族新时代》里面呢，演是好演员的女儿糖糖。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才不会错过《咕噜家族新时代》的专访。我们在星光好选择等你哦。哎，换他到我。为我打自己，对，打自己，很激动，我还真的有被揍到的感觉。